不会要退网吗？快了，你看我这天天的，这已经做好几个小时了，电费都还不出来，不退网，在坐这儿坐着，是不是也挺没脸的？啊？我说这对吧？不好整呐！把我退完了，快了，我这现在就属于半退不退了，啊，我这不就属于半退不退呀、啊？要退不退，爱死不活那会儿了。这马上呢，马上呢，啊，哎，多多少少的，这咱们就得那个什么了，就得往后稍稍了，啊，往后稍稍了，那个咱们这一批该死的死了，下一批找死的再往上上了，就那么回事儿呗，对吧？这不就是这么简单的事儿吗？可惜了一大堆的高级真爱了，那也没办法呀，那也没办法的事儿啊，有啥办法？但有真爱真没用啊。但有真爱有啥用？但有真爱，连电费都没有，那没办法的事儿，只能说老老实实的，啊，16级的16级也没办法呀，16级有啥办法？他混不下去了，那就得，我现在都在上班了，我现在上班了都，那狗不能给把狗饿死吧？对吧？啊，不能把狗饿死呀！和谁解约呀？我有啥约解？说播就不播了，跟谁解约？